狗年农历新年马上就要到了，在华人居多的南加州，商家们也都看准了商机。像是南加州的知名豪华赌场度假村，就在中国新年的期间，为玩家准备了$30,000鸿运高照大抽奖的活动。农历新年马上就要到了，为了庆祝，帕拉赌场水疗度假村为玩家们准备了一个大大的红包。只要您是百乐尊荣卡俱乐部的会员，就可以在2月16号上午9点到3月3号下午2点期间，通过玩21点德州扑克、百家乐、百搭牌、轮盘牌或者骰子牌等不同项目获取抽奖券，凭票参加3月3号星期六举行的$30,000现场抽奖活动。除此之外，帕拉也在每个游戏中设置了不同的奖励，赠送抽奖券。帕拉还为来宾们举办了不同的中国传统表演。赌场内的自助餐更是贴心地提供了各种传统的亚洲菜肴，这其中包括幸运鱼、鸡肉串、虾仁炒蛋、港式烧麦、炒面以及猪肉锅贴等等。如果您想了解关于帕拉赌场水疗度假村的相关信息，可以登录官网进行查询。中央电视编辑报道。